后来我来分享这则圣经节啦哦，马太第六章33节。咱拄啊看着牧师在讲的吼，其实拢写我读的书书啦。哦，咱讲你若相信，就啊怎啊。嗯。伊所印的这则圣经节是安尼讲，33节讲，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。嗯。遵循他的旨意。嗯。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，遵循他的旨意啊！供给你讲，就是讲，你就是讲，讲你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因为讲你跟上帝同工，你咧做上帝的代志，嗯，好、哦、啊，照伊的旨意咧行，你就唔免去烦恼照圣经这个代志，只伊会提供。但是迄是甚物物件？你讲，拄仔你讲的，你是你的主权，遵守他的，遵守主，你的上帝，遵守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？对啊，迄就是当然一篇叫做《探讨》的啦。哦，啊，就是讲，我只在讲，这个讲到，唔是咱大家直接在讲，迄个讲，我若相信你，我就免烦恼这些。嗯嗯，唔是啊，恁相信是足简单的嘛。嗯，哦，有的人，我都相信，我大人拢唔错，我干来相信你啊。嗯，我干来相信你啊。嗯，哦。啊，其他代志我拢不管。嗯。啊，有个人相信，就是讲我 commit， 啊，就是我为着这个信用在活。哦，啊，你若有选择，我即卖时间要摕来做这个代志，还是要来做上帝代志？选择优先去做上帝的代志。伊在讲的是安尼啦。上帝代志是。做上帝欢喜的代志啦。做这代志，按道理你做代，你感觉你若做有限，你感觉上帝最先做这代志会欢喜。相信。对一项代志是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欢喜，其实无讲出来啦。对，就是咱一世人咧做做的代志。对。哦。你就举例子啦，像讲你讲，我敢相信，迄是你家己个人的。嗯。啊，我想上帝旨意是除了你相信以外，你爱听别人。嗯。像听别人。对啊，有种侪物件。要听别人，吼、嗯、啊！啊，那你听别人，迄就是行伊的旨意的一部分，你听着别人。听社会，听你的邻居，跟你听你家己小小，迄、是一部分啦。爱属方，嗯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拢伊的旨意的一部分。敢若大相信无够，伊家己家己尔，你再跟对别人有讲下。迄足奇妙的，阮老爸有甲阮教这种的道理，有传这种道理予阮。嗯，伊足简单的见证就是讲，伊为着教会所做遐个投资，所做遐个工事。真正逐项拢足顺利，伊去无款啥物，拢无足济。伊家己为着伊家己投资，拢失败。伊毋是搞投资的人，哦，伊做外计较，啊，做外想，做外计划，总是伊投资落物件，大部分拢不消去。嗯嗯。总是为着上帝国，为着教会所做遐代志，一项一项拢足成功。哦，毋是伊搞，伊讲毋是伊搞，迄就是迄上帝在带路的。哦，我的體會是在講這種代誌啦，哦，啊，就是講，就咱咧講，我應該做的代誌，我嘛是愛做。我講的比較深，較直接啦，吼。嗯。你變我感覺講，我有啲做上帝依個代誌，變啦感覺，嗯，也上重要，對，變啦感覺。咱愛做的代誌，咱去做，嗯，但是咱做了真快樂。那是嘛是上，咱家己嘅代志嘛，那是唔是上帝？对啦，我那我爱做，